江湖上的剑客有很多，剑也有很多，剑分长短，来客官，人有高低。江湖上从没人见过我的剑，他们叫我天下第一。那年夏天，大漠里突然下起了雪，我遇见一个人，他对我说，还未与我一战便敢称天下第一。那天我的剑丢了，手里抓着的变成了他的伞，伞上刻着他的名字。我说，待我江湖事了，就去找你归剑还伞。他说，我等你。其实从丢了剑的那一刻起，我的心里就放下了江湖。我决心退隐，不为寻剑，只为还伞。天下第一早已不是我的名字，可他们不知道，他们还想要这名号。此战之后，世间恩怨便与我无关。我寻找的是银杏下、湖水边，是有人等我的地方。